嗨，你今天寄生上流了吗？我是唐启阳，我相信已经有非常多人看过这部片子了。我们要怎么力争上流呢？那开创星座的同学，其实你力争上流的能量是非常强的。只要立定了目标，达到你要的目标，没有错。所谓的上流，在开创星座的心目当中是由你自己来定义的。接下来就是固定星座了。其实阶层这个东西对你们是有威胁性的，因为固定星座的人很喜欢比较，只要把你的专长做得很好，成为翘楚，你自然而然就会散发魅力。所以有时候你就尽情的做自己吧。那我们来看变动星座，这一组是最有阶层意识的，随和或适应性强，正是你们能突破阶层晋升上流的一个原因。就好好保留这样的性格特质吧。